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愿生命随缘聚散，随遇而安，万物都回归。继续。我们要，他们现在清凉了，第十三业要消除他们的定业。今天也算超度大法会，好不好？今天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澳洲之弘法之旅十四天的圆满日啊，明天就准备去坐飞机了啊，明天听说要出海一下，在晚上的飞机，然后所以牌位写了很多，这个牌位是从雪梨。墨尔本，对不对？然后写到这边来。那各位，如果你等一下，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等一下，如果要、哦、法会要圆满之前，发几张牌位，各位写一写，好不好啊？你写一下你往生的爸爸妈妈，或是说他身上生病了，他身上生病，你要写阳上某某某，然后写他身上的冤亲债主，因为他在生病了，生病一定有冤亲债主来找他。你把冤亲债主超度了，或是把他吃的肉超度了，他就不用开刀了。我们做了太多的真实的，比如说爸爸已经送医院中风了，他们刚好找得到我们微信啊，然后刚好传到我这边，我马上帮他写，好、啊，他就不用开刀了。我觉得哎呦，佛法不可思议。他问我师父你做了什么功德？没有，我只有念五分钟的甘露施食，免费，免费啊！师父我付你钱，不要付我钱。啊，这个微信上付钱我已经被封号了，因为农历七月份他们到处都付我钱，我说你不要付我钱，你要害我被封号，因为佛法无价，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付钱，就用那些钱去买米啊，去布施，布施不是很好吗？去布施水啊，去点灯啊，替我在当地做，对不对？你把钱付给我，让我起烦恼。因为这个微信不方便，我是黑户，所以免费多好啊，多清净啊！不然他付的多，我就要写用力一点；他付的少，我就写少一点。我会有分别心，所以不要付费最好。你把功德做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各位今天要大超度，来，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我们会把这一尊地藏王菩萨放在我们这个黄金海岸。两位菩萨那边，好不好？他们替我们这一次，以后你去他家拜好了，就是拜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最重要的，你要发财一定要拜他，啊，你要生好儿子，女生要长得漂亮，一定要拜他。地藏王菩萨不是在超度鬼的啊，他是最有福报的，所以我们叫财宝菩萨，啊，代表钱。28种利益，10种利益，7种利益，希望大家念一部《地藏经》，你就能完全了解。
平常多念地藏王菩萨，可以满世间的所有福报，那又可以超度父母，这也是发菩提心最大的助缘，把众生当作父母来发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事实上地藏王菩萨早成佛，他只是学习，让我们学习菩萨道，这个意思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有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他早就成佛了，但是他要这样示现。所以各位要多念他的名字，所以现在念他的咒语来，嗡嗡波拉摩林波拉摩林托林沙波赫托林沙波赫。那各位希望这个咒你多背，嗡波拉摩林托林沙波赫。念的时候，地藏王菩萨在你的心间放出蓝色的光，把众生所有众生的定业已经发生的不好了消除掉，啊，下地狱了，啊，做恶鬼了，把它消除掉。嗡波拉摩林托林沙婆诃，我们念七遍哦。你变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功德从你的心出去，一直练习，你的悲心会很强，力量会很大，你的凡夫的心就越来越少，因为你的心充满了地藏菩萨的力量啊。特别这个人得癌症，他住在北京、广东，你在这边念心念观地藏菩萨的力量，就进入他的身体，消除他的癌症的业，叫消除他的定业，多念几遍啊，然后你就可以帮助别人了。好，念七遍来。嗡婆拉摩林陀林沙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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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婆拉摩林陀林沙婆诃。我们大家看着牌位念三遍啊，既然写了牌位了，从雪梨写到这个地方，写了很多澳大利亚，包括国外的牌位，我们也观想我们这边有这么多地藏菩萨的力量，让他们消除痛苦。来，嗡婆拉摩林陀林沙婆诃，嗡婆拉摩林陀林沙婆诃，嗡婆拉摩林陀林沙婆诃。学大乘佛教一点都不困难，最难的就是这一颗悲心跟相信啊！你相信佛菩萨的力量，你真的有悲心要帮助他，你就念出来就好了啊！所以你的美国在，你的女儿在美国，念给他啊！现在啊哪里有灾难，然后你就念给他，消除定业。第二个念一下，南无大悲观音菩萨，南无大悲观音菩萨，嗡阿罗罗吉萨婆诃。嗡阿罗罗吉沙婆诃。好，我们要念七遍，前面四遍观想众生，再三遍消除他们的业。这个业障就让你生病啊，啊，让你有障碍啊，让你修行有障碍啊，夫妻有障碍，都叫业障。业就是身口意造了一个不好的，而且会障碍。所以念的时候最好观音，你变成观音菩萨，或者观音菩萨坐在你的心间，然后放出白色的甘露，像牛奶，把他们的黑色的都给净化掉了，净化掉了。嗡阿罗罗吉沙婆诃，来，嗡阿罗罗吉沙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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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罗罗吉沙婆诃。后面的功德麻烦你自己看，时间的关系。再来三昧耶戒真言，嗡三昧耶萨埵梵，这也是普贤菩萨心咒，也就是说普贤菩萨的愿，众生业尽，众生轮回尽，我愿乃尽，事实上跟地藏王菩萨一样，所以他的愿很大，所以这个是最高的戒律。最高的戒律是永远不放弃，不舍弃众生，直到他成佛。而且他要去，所以普贤十大愿，各位要背，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也要去做。普贤恨愿品，最好各位准部华严经要看完啊！你不看华严经呢，就不知道什么叫菩萨道，然后再汇集在普贤恨愿的十波罗蜜的实践啊。所以念一下，嗡，三昧耶，萨埵梵，啊，当然你要学手印也多一种功德，但是学手印你一定要先发菩提心，
就是说你已经愿意发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我把所有众生的痛苦当作我的责任跟感受，而为他们愿成佛，也让他们成佛，这个叫菩提心。各位愿不愿意做菩萨？那就受戒了嘛，不是仪轨的问题。各位愿不愿意发菩提心？愿不愿意做菩萨？愿不愿意成佛？嗡三昧耶萨埵梵。如果你真愿意，你就得到菩萨戒了。当然你如果你能够正式的再去了解细节最好了啊。但是因为这个很重要，然后现在我们要念七遍，念七遍变成什么样？他们本来黑色啊，很脏的身体，很痛苦的黑色变成透明的玻璃清净，然后佛菩萨就给他灌顶，融入佛菩萨的功德，所以现在每一个众生都变成普贤菩萨，叫金刚身口意，他们不是鬼了，他们变成佛菩萨的样子，念七遍啊。所以你要观想啊，你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堕胎胎儿动物灵这些受苦众生，念七遍来。嗡三昧耶萨埵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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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三昧耶萨埵梵。好，要开始对他们做大布施了。好，现在我们念嗡阿吽，各位观想这么多食物，无量无边。这边是生病的，你要想你家里的活的人，老人小孩，家庭公司，这代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边代表地狱道鬼道畜生道啊，就是希望他们，我们替他们做供养，也替他们布施，要念嗡阿吽。念嗡阿吽以后，各位你辨识咒忘了，至少念这三个字，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那你所看到的花食物啊水都变成无量无边。念三遍，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辨识咒化为无量无边，而且他们马上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就发光，恶鬼升天，往生净土。来，南无萨瓦丹他耶哆瓦罗揭谛吽，三藐来三藐来吽。南无萨瓦丹那耶哆瓦罗揭谛吽，三藐来三藐来吽。南无萨瓦丹他耶哆瓦罗揭谛吽，三藐来三藐来吽。翻过来，甘露水真言念的时候，来麻烦你把水瓶又打开了，要点七滴水。天道人道阿修罗，地狱道鬼道畜生道，记得后面一定要点一滴。为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不一样的冤亲债主，而且不断的来也不断的去，但是你要时时安慰他们，代表这个代表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往后面点一滴啊。因为今天有排位，所以我前面消灾为他们点一滴，那边往生替他们滴一滴，好不好啊？啊，要这样观想，所以你要标准是七滴，今天有排位要九滴。来，开始。南无娑罗婆耶那他耶罗耶大智他吽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那他耶罗耶大智他吽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那他耶罗耶大智他吽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好，可以把它盖起来，免得不小心翻倒了。普供养，好，讲好了到六点。普供养，来，唵耶耶那娑婆哇哇子来吽，唵耶耶那娑婆哇哇子来吽，唵耶耶那娑婆哇哇子来吽。如果你要急着上洗手间，你就可以请便。再来，这个按夜夜朗三伯瓦子来后念这个咒的时候，你要观想他们要衣服啊，要房子都可以得到啊，而且都得到我们。包括你在念经也要念这个咒啊，
念经的时候，就是希望这些土地公啊，这些众生都得到我们念经的功德，供养他们呢，啊，因为这是菩萨道要慈悲。第十二，施无遮。那每天最好能够做三遍，早中午，只要你有吃东西就做一遍。你念快了就五分钟就念完了，甚至光念一个咒也可以。那施无遮就是啊，让他们毫无障碍的都吃得到。平常你住在楼上坐一坐，如果楼下没人，那些米给他撒掉，可以啊。那当然还是说你放在那边，等你下楼再带下去最好。但是马上撒几颗，如果没人呢，啊，我说撒一点水。现在念晚上来，汝等鬼神众，我今施如供，此时遍十方，一切鬼神供，嗡穆尼林梭哈。请看前面念的时候，念这个咒的时候，手就要拿出来，因为你要观想所有的功德啊，透过你的手出现了五种甘露啊，五种黄金珠宝啊。嗡穆尼林梭哈，嗡穆尼林梭哈，七遍。为什么七遍？一样就是六道，包括冤亲债主，通通得到了。来，我们念一下来。嗡穆尼林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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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穆尼林梭哈。三坛子飞得更远，就飞出去了。那各位你就知道什么叫佛法。佛法的目的是空性，但是空性讲的是我跟十法界众生，佛啊、罗汉啊、菩萨啊、六道都合为一体的，叫空性。空性的是我们跟万事万物都产生连结，这个连结叫什么？念一下，母子关系，母子相遇啊，这个叫空性。所以一个有空性的，没有孤独可言啊，也没有欲望可言，他就是整个他在拥抱世界，拥抱众生，叫空性。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你20年前没见的儿子，哎呀，你会抱着他哭，那个叫空性。因为他就是你，你就是他。所以佛教里面学空性就没有对立，这个世界有对立，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观念与观念，在对立。所以佛陀要讲空性，讲的是没有对立，不但没有对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那一边，我就是你那一边，这个叫金刚经的精神。这个世界是一体的，是一合相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说我是男人你是女人，那又对立了。啊，我意思说空性就是说没有我你就是我，我要关心的就是你。关心世界，如果有空性，不管做行业做政治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对方。所以有空性的世界不需要有战争，不需要有对立，不需要有卫兵。所以也唯有用空性跟大悲可以帮助整个世界圆满，就像孙中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佛教里面的众生一体啊，就合为一体。所以各位希望多去做这个，因为你在做这个就在实践空性。你千万不要把空性说每天咕咕在那边打坐啊啊思维啊，这叫空性。空性就是融入于别人，融入于整体，关心他们。千万不要格格不入，说我在吃素，你在吃肉，我不跟你在一起，那你没空性。空性是你吃肉的痛苦，我来替你承担，因为你是我的母亲啊，你是我的儿子啊，我帮你净化掉。所以一个菩萨在这个世间就像空气过滤器，了解吗？把脏的进来，透过你的空性背心，把清净的给人家。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进入你的心，然后再念出去南无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去净化整个世界，地狱道、恶鬼道，让它都让它变成极乐世界，所有有情都让它变成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重不重要？重要啊！不要一直执着念几遍。师父，我又念10万遍了。我说你头脑又有问题了，因为你执着数字对你没有好处。我们讲的数字是希望你持续不断的慈悲，
不断的念佛，不断的去帮助众生，而不是我念几遍。如果你有这个执着，会很傲慢，会让你中魔的，对你不好啊。所以这一点了解了，翻过来十八页，虚空藏咒。那念这个咒，为什么虚空呢？就整个虚空都变成众生需要的宝藏，他们要黄金、珠宝、琉璃，全部充满，满他们的愿。所以念下来。南无萨瓦达那格达，拜有比丘摩诃贝，萨瓦塔堪乌嘎德，萨婆那那伊玛嘎嘎那堪说哈。所以做个菩萨，每天忙的要背这些啊，因为这个对众生有帮助啊，事实上不会很困难，念几遍就会了啊。然后，但是希望各位多做，我们最好念三遍。他的手印是这样，他们一般打手印有一个莲花。然后变成这样，然后虚空这样充满，还有慢慢，然后嗡、这样啊。那么萨瓦达那格达，巴耶比丘摩诃贝，萨瓦塔堪乌嘎德，萨婆那那伊玛嘎嘎那堪说啊。一起修可以比啊，你在那边外面不要这边比啊。所以人家为什么打手印的日本人就话也没人知道，但是如果都是佛教徒在共修可以了啊。但是下回各位要学也是应该学，因为打手印会像佛的身像，念咒是佛的语像啊。然后呢，心保持佛陀的心，要这样修，这叫身口意三业，去为了利益众生要学，千万不要说自己修密宗，这是佛法，就是佛法，没有显宗密宗的分别，不要那个分别。我修密宗的，你还加问我哪一派？啊，这个叫太执着了，执着了。记住，归佛不是归哪一个人，永远记住这个，不然哪一天你的上司还俗，你会哭死。上司也会还俗，上司也是人，要依法不依人。佛法最重要，那经典写得很清楚，所以一定要看经典，你千万不要不看经典，只写咒语而不看经典，然后对你就会很伤害，变成一种分别了，一种对立了，会变成学得怪怪了。所以你学佛好不好，问你先生问你太太才对，因为他天天跟你睡一起最了解你啊。如果你学佛变成怪怪的，代表你的佛法有问题，你的体悟有问题啊。再来最重要的咒，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那这一尊佛发大愿，凡是听闻我的名号或形象或咒语者，永脱离地狱鬼道畜生道，而且愿往生他的净土的，马上往生叫妙喜净土。它是金色的莲花。那因为这个咒特别超度堕胎胎儿跟自杀者，而且妙喜净土的好处是，念一下可以结婚，有生小孩，就像各位喜欢移民到黄金海岸，就是这个地方不错嘛。因为妙喜净土像极乐世界一样，不，它像忉利天，就像玉皇大帝的天，黄金铺地，有男有女，生小孩没有肚子痛的一天，每个小孩子生出来都漂亮到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是每个人长得都一样，没有男没有女，通通一样啊，没有什么欲望的世界。那妙喜净土是非满足世间所有欲望，但这个欲望是一种妙喜，它不是一种欲望，最漂亮、最黄金、最快乐这样。所以妙喜净土也没有魔鬼，因为不动佛是修，念一下无嗔大悲，希望各位修这个。不生气的大悲心，有些人说我有慈悲，啪啪又骂人了。你没有慈悲的，慈悲的人不生气的，慈悲的人没有敌人的，慈悲的人永远原谅小三、小四、小五，通通带来一起共修。那叫慈悲，慈悲没有对立，没有嗔恨的，慈悲小三帮你生小孩，阿弥陀佛，谢谢你。慈悲没有对立，所以你要了解，不要以为自己慈悲，但是真正的慈悲是拥抱一切，接受一切，承担一切，这才叫慈悲。所以这尊佛太伟大了，所以超度所有最难度的，念一下
无嗔大悲，诸缘不动，不动如来，啊，这太伟大了。所以他成就了世界，非常的庄严啊！而且你从不动佛净土来的，都长得都很漂亮，男生就是很帅，女生都很美。但是他们没有欲望，他们发愿：你亲我一下就解脱，你抱我一下就升天。因为他们是来度众生，所以维摩诘居士叫不动净土再来。所以各位多念这个咒，然后去帮助那些最难超度的。所以东方不动佛，西方阿弥陀佛，各位现在多学了一个啊。那特别因为现在很多堕胎的小孩很魔鬼，魔鬼要降魔，所有佛的名号魔都不怕，但是只有一尊佛的名号魔会怕，叫不动佛。因为这个无嗔大悲心的力量最大啊，所以来各位念一次：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南无，在哪？在哪？在呀呀，在呀呀，嗡嗡，刚刚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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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扎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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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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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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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地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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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瓦干嘛？沙瓦干嘛？巴朗巴拉，巴朗巴拉，南美，南美，沙瓦沙多，沙瓦沙多，南卓。说哈说哈、啊、那你要观想这个字哄哄啊哄的哄，我们汉人喜欢用繁体繁字，藏人是用藏文，不一样啊。那你两个都学随便你，但是你不会背咒语无所谓，那这个咒语也不多，42个而已，你经常练习就会了啊。然后这很年轻人要学一下啊。然后这个咒语就观想在你心间，然后由这个心间产生力量，帮助众生。那各位发给各位棋子，有没有拿到啊？这个棋子要会，要会也会放哇，也会收。它收的时候不是整个这边卷啊，收的时候是，比如说你打开了，要收的时候是按照这一条线再把它收回去，好吧？这样就不会坏掉啊。再把它卷起来，哦。为什么很重要？你平常拿这样在街上挥，除非你做导游，不然人家会说你怪了。我说每个导游都给他这个，还有功德。但是如果有些地方不能挥，你就收起来挥就好了，好不好啊？因为他咒语在这里面，然后你就往超市啊，往那厨房、餐厅啊去给他挥一挥，啊，能够让他挥就挥，不能让他挥就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啊？人家不会骂你。对，而且经幡飘动，众生离苦，脱离三恶道。收的时候是还要说按照这一条线拿回去，好不好啊？送给各位，各位你要天天挥到剩下一条线啊，代表你有在作业啊。然后如果明年来再送你一只不一样的，你不要拿来还新的，你太不慈悲了啊！你要多挥一点，为什么？经幡飘动，众生离苦。啊，太有！而且你光这个里面有各种佛的形象、咒语都在上面。特别这只旗子，黄色的叫烟供旗，就是你点一支香啊，点在那边，然后你就开始挥，你等于念一遍就等于念了，挥一遍叫一亿遍咒，一亿遍的功德。你在挥的时候，它变成观音菩萨的舌头，风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呼吸，然后呢？就在普度众生，好不好啊？所以各位就有不好的地方，回到家你就把冰箱打开，轰啊轰轰啊，先超度一下，家里不要殡仪馆，背一下，厨房不要做屠宰场，冰箱不要做殡仪馆，餐桌不要做屠宰，怎么的？那个。餐桌不要做屠杀场，肚子不要做动物的魂场。那所以各位去挥一挥啊，晚上不好睡觉，放在床头保证好睡，众鬼不侵。这是经幡的力量，这是真的哦。经幡就是整部佛经的力量在上面，所以他们都把它挂在天上，挂在高一点的地方。药师经说家里有人得癌症快往生了，挂49面。就是这个长度，它叫49肘，就是这个手肘的长度，这个都做好手肘的长度，
挂四十九面，就可以消除它，放四十九支物命，点四十九盏灯，这样啊。所以，那我们现在念这个不动活心咒，麻烦各位挥一挥，好不好啊？不是挥在这边，你要观想这个光进入了地狱恶鬼道，进入了非洲，好不好啊？进入香港，进入任何有战争冲突的地方，堕胎啊、被屠杀、自杀，很多人自杀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念这个咒啊，各位旗子要挥一挥，好不好？地球在这边，无尾熊也在前面啊，消灾排位，然后念这个咒。那我希望各位这个咒，各位经常念，把它背下来。现在你们先不用念，各位负责挥就好了，好不好？把你的悲心借给不动佛，好不好？阿弥陀佛讲的很简单，请你把你的心给我，我就让你的生命成佛。你把心只交给男人，那太痛苦了，太委屈了。现在妈妈都把心交给儿女，哎呀，你太痛苦了。所以各位要把心交给阿弥陀佛，好不好？记住，你的儿子不听你讲话，你的太太先生不听你讲话，不要你跟他讲话，你把心交给阿弥陀佛，请阿弥陀佛就跟他说就好了，就跟他回向就好了，好不好？不然你会气得半死。修行要懂得用佛法，不要用自己凡夫的心。所以大家来挥旗子，你要观想你是自由女神，站在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帮助众生。来，那么的那家呀呀，哦，看看你，看看你，落着你，落着你，坐上你，坐上你，站上你，站上你，站地喊啦，站地喊啦，少哇干嘛，巴郎巴郎，南美少哇，萨多南卓苏哈。那么那那家呀呀，哦，看看你，看看你，落着你，落着你，坐上你，坐上你，站上你，站上你。在地喊呐，在地喊呐，萨瓦嘎玛巴朗巴朗南美萨瓦萨多南卓苏哈，那么在那在呀呀，哦，看看你，看看你，落在你，落在你，坐上你，坐上你，站上你，站上你，在地喊呐，在地喊呐，萨瓦嘎玛巴朗巴朗南美萨瓦萨多南卓苏哈。再来，各位不用念。你负责代表悲心，然后想到特别要想到你往生的父母啊、祖先啊、七世父母、堕胎胎儿，乃至你的朋友家里有人生病，他们身上的冤亲债主，现场的排位消灾拔度，整个澳大利亚、整个中国、整个地球世界，你要观想啊，这些咒语都是佛的加持，然后你挥旗子，那你代表诸佛菩萨净化整个世界，好不好啊？念一下，成熟有情，庄严国土。我们修行就是要让整个世界国土都变成净土，整个有情都离苦得乐，成熟有情。所以要升起这样心，我来念。然后我们今天啊，法会大圆满的澳洲弘法之旅，大家共同参与了。今天最后一站，还要送给各位一个佛像，好不好啊？前面都没有，因为怕送完了等不到你们。就留到最后一站，还有这本书，他们前面都要。对不起，我说没有，因为就带这几本，所以最后你们拿到了啊。我下回还是送多一点，好不好？拍手的人，麻烦你们每天至少念一遍《甘露施食》嘛，请你慈悲，好不好啊？好啊，好，你没念就睡不着，你念慢一点没关系。慢慢念，但是慈悲一下，好不好啊？反正黄金海岸就没什么事干的，啊，来到这边还干什么事呢？就是要修行度假啊。好，那我念很多咒，麻烦各位观想他们活着的人、往生者、六道众生，整个澳洲都得到，好不好？啊，我们那天这样念，外面就出彩虹了，哇，很庄严的彩虹啊，超度鲸鱼嘛，啊，来。
修达尼修达尼萨瓦巴波毗修达尼悉德毗悉德萨瓦伽玛毗悉德梭哈嗡巴拉巴拉桑巴拉桑巴拉印达尼阿维修达吽噜噜夏德梭哈那摩阿弥陀婆耶多他杰多耶多帝耶他阿弥尼陀婆毗阿弥尼多悉达婆毗阿弥尼多毗迦拉阿弥尼多毗迦拉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吽阿穆嘎毗卢遮那玛哈穆德那摩尼贝玛吉瓦拉布拉瓦多耶吽，我们也为所有动物道被杀的牛啊、羊啊、猪啊、狗啊、猫啊、鸡鸭、啊、海鲜，为他们得到超度。来，阿比加那个，阿比加那个，阿比加那个，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妈妈古林萨美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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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是波罗摩尼。萨婆诃，唵嘛呢叭咪吽，唵阿比拉吽，嘎扎拉曼，梭哈，唵阿吽布利吉达玛哈苏嘎扎那达多啊，唵噜噜噜噜吽就吽，唵阿比拉吽嘎扎拉曼梭哈，唵婆罗梭哈，唵阿弥达阿尤达帝梭哈，唵嘛呢叭咪吽，唵巴玛乌兹尼夏毗玛呢吽呗，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Om Mani Padme Hum。 再来，各位可以把棋子收起来学一下，不要弄坏了这个宝贝啊。那个蓝色的棋子是要放生棋，就是说如果你有去市场，就算你没有放生，把那些海鲜水族市场的肉挥一挥，好不好啊？放生棋。那这个黄色的是烟供起，就是死的时候水啊米啊，或是你点香的时候超度他们，好不好？一个针对动物道，一个针对鬼道、地狱道，那我们都帮忙就好了。然后再卷一下，卷一下啊！哦，要先穿回去，然后才卷啊！第十九页。七佛如来，那这七尊佛念了，他们会脱离三恶道。尤其第一尊，大家一定要念，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多宝如来，永离贫穷，永离充满财富，充满财富，重不重要？要多念啊！你一直念在你店里没有用，要念到别人店里才有用。因为助别人发财，你才会发财啊！不要自私，非常简单的道理。今天你要怀孕，那你就要看到人家怀孕，你就要祝福她母子平安。而且你希望怀孕，那你要想，我希望生一个菩萨的儿子来利益众生，那小孩子就会投胎来。啊，我只想生一个眼睛比我还漂亮哦。然后呢，然后我很爱的，那自私他不见得会来，来了也是来讨债的，你会气死。啊。生小孩要生要来利益众生来报恩的，你的心态决定一切。譬如说各位想要拿赶快拿到澳洲的护照，你要想什么？你要说我要为澳洲做大超度，帮助澳洲，护照就 OK 了。自私你就拿不到护照，了解吗？如果你想说我要为澳洲来帮助这些游民啊，帮助澳洲的进化，你要有奉献的精神，护法神你的心态就招感一个 pass， 让你过得很快的。请永远记住，心态决定一切。自私是痛苦的开始，利益众生、慈悲才是快乐的因。你永远把生命的态度转变一下，好不好啊？这叫修行。修行是一种改变，而不是一种自私。今天你要跟这个男人结婚，是因为我要照顾他，哪怕他剩下一条腿，我都要照顾他。我要爱他。他外面再爱别人，我也一起爱。我一直强调这个啊，爱不是一种自私。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对方就会很爱你，因为他绝对跟你在一起没有压力。如果你只是一种占有对方、控制对方，哎呦，我怎么嫁给监狱的人呢？啊，那他当然就想要出家了。那出家也好，啊，因为他觉得不自由啊。所以我想。动机决定一切，各位抓住这个，法无高下，不是显宗、密宗、南传佛教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法门比较高，而是你的动机决定一切。一个
为别人，为帮助对方。你帮助对方，你会不会得到帮助？这是最聪明的自私，帮助对方才是成就自己最好的方法。你们这一条街五家店，希望他们五家都发财，你不发财也奇怪，对不对？你这个房子，希望他们房子都涨价，你不涨也很奇怪。这佛教的思想是要教你不要自私，奉献给众生。出家是为了这个出离自私的家，你才可以进入大家，帮助众生，好不好？要不要出家？现在缺货啊，缺得要命啊！啊，所以各位啊，多生两个吧，为了佛教，好不好啊？你本来已经怀孕两个，不想生了，拜托再生一个。但是啊，这个一定很漂亮啊！如果你发愿要为他奉献给他，特别美，特别漂亮，特别聪明，你要放得下。你不要说这个我要，前面那个笨的给你。佛教会这样倒掉啊！所以真的要这样发愿哦，因为凡是你为众生想，你会得到最好的。你就记住这个道理就好了，不要自私。所以生命不是离婚，是用另外一个态度去爱对方，你就找到真爱，而不是去放弃对方。对方越不圆满，越需要你用圆满的爱去关心对方。原来对方的不圆满让你找到你的圆满，那好不好啊？真好啊！所以明天早上你家外面有一个流浪老人躺在那边，哈，捡到宝了，抬进来照顾他，你才会发觉那个是你失散好几辈子的爸爸。你自动照顾多他以后，哇，命运好，开智慧，发财，这样了解吗？所以台湾人说猫来赚大钱，狗来盖房子，意思是说你去照顾这些流浪动物，你就会发财，你就会很好。所以各位家里有老鼠不要杀啊！这边好像没老鼠吧，我看到很多就蜥蜴而已啊，给他吃东西好不好啊？如果你家鸟不来，你家可能不好了。所以人家说燕子会住在你家做屋檐，这家是发财善人之家。所以你经常布施给鸟吃啊，布施给孤魂野鬼啊，这些孤魂野鬼护持你，他们升天了嘛，护持你。所以大家多以这样心为他们念佛，所以来一起念，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第二遍，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第三遍，来，大家请起立。代表为往生者念，来，再念一次。他们准备的很丰富，希望他们得到我们所有的功德，弘法的功德。各位未来发愿，经常慈悲甘露施舍念佛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来，过去已做，今日已做，未来将做，所有功德，所有功德，供养排位有情，供养排位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堕胎胎儿，堕胎胎儿，个人身上，个人身上，造成病苦，造成病苦，业力债主，业力债主，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无形众生，无形众生，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来，请坐，发解愿品。今天有九条，希望大家给别人带，好不好啊？你自己带一条，还有一个贴纸，各位可以贴在你手机上，好吧？今天发的是准提菩萨满愿的准提佛母，很多人问我贴在哪里，就压在苹果上面就好了，因为这个更有功德。然后有一条线，这条线叫3700个出家人念过的、打过结的，
然后等一下发给你佛像，你给他穿过去，好不好？戴在身上啊，然后后面那个结你要打好一点。那外面还有几本书，各位可以拿回去看啊，都很浅。我本来今天要讲解，但是 OK， 希望大家看完好不好？哎，反正我常讲，这边有时间，慈悲心啊，乃是慈悲的眼睛等等。希望各位以后你们在这边应该组一个共修会，好不好啊？大家念心经啊，念地藏经啊，互相回向啊，这样啊，是因为彼此鼓励，这样比较快啦。还有，等一下要拿，记得拿水回家，好不好？拿一瓶水。现在还有一个功德要做，我们要把这几天的功德啊，各位等一下拿一瓶水你也要，意思说有一瓶水，各位要全部把它倒干净。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功德，融入在水里面，倒出去，百千万世的父母祖先都可以得得到。因为这个水会流到最深最远，融入河水，融入大海，变成空气，他们就得到了。包括那些孤魂野鬼，都完全得得到。所以，来，大家把你那瓶水拿出来一下，就放在手上就好了。你们不能倒在这边。等一下回去倒在外面好不好啊？或者你家门口，来跟我念：强缘极入住，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滴处，如此之布施，福之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愿个人累劫累世，父母祖先，往生眷属，冤亲债主，同享功德。愿所有男女孤魂，众生有情，同享功德，升天生净土。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好，如果在佛堂就要像这样，全部倒完，全部倒完以后，然后再把这一杯水泼到外面，好不好？所以各位那瓶水，然后你就出去外面把它倒光光了。那如果还有多一瓶，还有多一瓶吗？如果，对对对，如果多一瓶，给人家喝，好不好？那是如果你每天能够倒一瓶水，你会发觉最近财源广进啊，因为你慈悲嘛。当然你愿意念念大悲咒啊，或什么咒，这样最好。好了吗？今天晚上吃素好不好？你们这边有什么素食好吃的餐厅吗？我们怎么都没找到呢？哦，好吃的介绍我们呢？观音斋只有一家，我跑遍那么多地方，就是澳洲不太流行素食，没有几天。好，如果你等一下走，记得拿一半花，好不好？外面也有水啊，有花有水，所以够了。所以各位多在佛前供水，好不好？布施水，因为这个客送本你拿到了。希望你可以多用多念，然后谢谢我们两位联络人，举手，还有一位啊，那边，各位多加入好不好啊？我们将来会在澳洲成立一个慈悲协会，他慈悲协会不是盖道场，就是大家来慈悲就好了，好不好啊？那去布施米啊，布施水啊，互相消灾啊，互相拔度啊。然后我们在美国、加拿大都有成立，他们就是送便当给穷人啊，送衣服给他们啊，然后能够放生的地方就会去放生救一些。那最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共修念经，然后不排斥哪一个法门，也不标榜哪一个法门，因为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你会念玫瑰经最好，你会念圣经啊，反正你的意念就是希望他们去极乐世界就好了，啊。然后大家没有分别的去做，这样最好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陆俊义医师。COVID-19 病毒的传染力真强，注意防射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上有效的方法。提醒你，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阵来注意防射。做好了后，请留在现场休困，观察15分钟。若是你捌因为注意防射，也是治疗性的注射，发生过急性的过敏反应，就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注射了后，一直发烧超过48点钟，也是明显的过敏反应，也是讲伫咧注射了后28天之内，出现严重的一直头痛、喘气困难、脚腿肿痛、皮肤出现血点，请你也随去看医生，嘛甲医生讲有做过 COVID-19 的预防射，做过预防射了后，嘛要继续正确的洗手、挂嘴安、避免群聚，确实做好防疫的措施，让咱大家同齐拍拼，守护你我的健康。结善缘，得善报。小镇上住着一位善心的阿姨，她心地善良，一心向佛，手上经常挂着一串佛珠，没事的时候就会响声念佛。阿姨在镇上开了个小杂货店，她平时生活节俭，却经常接济镇上的穷人。每逢市集的时候，附近村庄的村民来到镇上，阿姨就会免费为大家提供茶水，并拿出自己的小板凳供大家休息。都渴了吧，来喝点水解解渴。阿姨真是太谢谢您了，您给我们板凳坐，还给我们水喝，我们真是过意不去呀。是啊，阿姨您也休息一下吧。不过是给你们些水喝，这有什么？你们走那么远的路来，一定又累又渴了，没什么好过意不去的，快点喝吧。你们有所不知，这位阿姨可是我们镇上出了名的活菩萨，她只要见到穷困的村民，就会把自己的衣服、食物等送给他们。有些山里来的村民穷到没钱买饭吃，阿姨就会多煮一些饭菜，请他们一起来吃。阿姨，您真是菩萨心肠的。是啊，阿姨，您真是活菩萨呀。阿姨不仅对人好，对动物也很有爱心。见到流浪的小猫小狗，就收养在家里；见到受伤的小鸟，就带回家细心照顾。等它们恢复健康后，再带到树林里放生。孩子们，你们跑慢点啊！好了好了，别闹了，我去拿饭给你们吃。奶奶，奶奶，快开门呐！哦，是小玲啊，来啦来啦！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奶奶，你看，哦，这只小鸟伤得不轻了，你是在哪里发现它的？就在山下的草丛里。嗯，我带他到屋子里给他擦点药，你帮我喂喂这些猫猫狗狗吧，他们的食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在厨房里。好啊。不要争，不要抢，大家都有份。没事的，擦了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吃吧，多吃点，你的伤才会好得快。等你好了，能飞了，我就会放你回家。现在你可不能乱跑哦，要知道我养的那些猫很调皮的呢。奶奶，怎么又多了好多只猫狗啊？哦，那只小花狗是我前天捡回来的，那两只小猫是昨天收留的。哎，
现在的人呢？怎么就忍心将他们丢弃呢？奶奶，您再一直收养下去，这间屋子可就装不下了。可是我总不能看着他们挨饿受冻而不管吧？几天后，那只受伤的小鸟康复了，老奶奶将它放走，小鸟在老奶奶头顶盘旋了好几圈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小家伙，看来你已经完全好了，是时候把你放回家了，以后一定要小心点，别再受伤了。好了，回家吧，再见，小家伙。月后，阿姨在杂货店里顾店时，看见有好多村民到小镇附近的山上采野菇。昨天下了一场大雨，今天肯定会很热，我们多准备一些茶水，好让赶路的人解渴。好的，奶奶。你看，有人来了。阿姨，你店里有小铲子吗？有啊。那我买两把。我也要两把。怎么了？今天怎么好多人来买小铲子？阿姨，你不知道吗？昨天下了那场大雨后，山上冒出来好多野菇，味道鲜美极了。是啊，野菇煮汤味道很棒呢。阿姨，你也上山挖点吧。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小玲，我们也上山挖野菇吧。好啊，好啊。于是阿姨便带着孙女上山采野菇，两人朝一个小山坡走去。奶奶，奶奶，你看，这里有野菇。这里的野菇没有很多，是不是我们来晚了，都被别人挖走了？可能是我们没找对地方吧。奶奶，你看那里的野菇比较多，我就说嘛，我们没找对地方。哎呀，还是小孩子的眼睛比较好。走，我们去那里吧。当阿姨和她的孙女刚刚走到那座小山坡时，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只小鸟急切的叫声。你看，这里的野菇好多啊。是啊，这些野菇够我们吃好几天了。怎么会有鸟叫？山上有鸟叫很正常啊。不对，这只小鸟的叫声那么急切，应该是遇到危险或是受伤了，它是在向我们求救呢。是这样吗？可是那只小鸟在哪儿呢？那只小鸟在山下的草丛里，我们快去找找看。为了救那只小鸟，阿姨带着孙女循着它的叫声朝山下走去。谁知两人刚刚走到山下，那座小山坡就突然发生山崩，大量的土石从山上落下。如果两人当时站在山坡上，一定会被掩埋的。就在那里，我们快点过去。奶奶，你别急，慢慢走。天哪，竟然山崩了！阿弥陀佛！如果我们没有离开那个小山坡的话，肯定会被活埋的，真是太可怕了。是啊，是那只小鸟救了我们。哎呀，小鸟呢？就在阿姨和她的孙女在寻找那只救了他们性命的小鸟时，一只小鸟突然从草丛中飞了出来，在他们头顶盘旋了一圈后便飞走了。如果不是阿姨平时行善积德，小鸟怎么会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大声呼唤呢？再者，如果阿姨没有善心，听到小鸟的叫声也毫不理会，又怎么能获救呢？这都是善有善报啊。这南山林就像火
着